首先是小白脸，哇，好累啊，这个没有活动啊，回韵之旅。我必须说到这边完全没有感觉。Church pot look dinners on the ground. 约翰啊，记得订阅背包女神。好，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每天都说要早起床去吃早餐，结果没有一天起来。今天终于起来了，好吧，我们去吃早餐 go。超大雨。我之前我是中校东路，然后呢以前我是在这边其中一个律师事务所实习。然后为什么在律师事务所实习，其实我也不太了解，反正就是那时候有点好奇律师事务所是怎么运作的，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实习。后来呢就是在那边实习的时候，这边就有一个大排长龙的豆浆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反正就是在那边实习的时候，就是见了一个豆浆店，就是每天早上大排风雨不改。我今天来吃一下这个豆浆，因为今天下雨的关系，可能人比较少，太好了，平常都可以到那个楼下去。它就是有豆浆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台式的早餐，厚饼啊、油条啊、蛋啊，还有一些烧饼类的，还有蛋饼。豆浆。咸豆浆，好，4号，一个95，你呢？厚饼酱。哎，太好了，今天大排长龙，结果今天连排都不用排，直接就可以点餐，然后超快速就可以拿到我们餐点。我的豆浆还在冒烟的豆浆，然后这是厚饼、蛋跟油条，三个加在一起。再喝一下豆浆好了，他们家豆浆也是超棒的。好，来，先来吃一下这个厚饼。然后它的烧饼也是外层烤的很脆，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芝麻跟葱花香，超香的。我觉得如果要点一样东西，就绝对一定要点这个厚烧饼。然后里面就夹了蛋跟油条，然后油条呢就是炸的刚刚好，然后配上这个酥脆的厚饼，超好吃。的完美的早餐，不然我今天七早八早起来。好，吃完早餐了，我当然是准备回去睡个回笼觉，因为现在时间太早。你们呢就跟着我去接下来的晚脸行程。晚脸呢是传统的台式美容方法，所以呢我们去传统的菜市场。会很痛吗？这要玩多久啊？几分钟？十几分钟？是把比较粗的毛拔掉的。这些白色是什么？这碰碰。什么？碰碰碰碰。什么粉？怎么碰碰？碰碰碰碰。碰碰。碰。不是。所以我现在是小白脸。黑白掺杂。好痛。眼泪都飙了。是把那个毛拔掉。对啊，让你变水当当。天哪。一种一直被电的感觉。哎呦，皮肤算好，算还好，还好。我半年都还好，那个都还好。
哦，这个会美白吗？嗯，对对对对，天然保养。那通常要多久再弄一次？嗯，弄一次没有。这要间隔多久？一个月、欸、一次。一个月一次。嗯，半个月没有。可以，可以弄上面就好了。今天弄到忙了，第一次做特别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第二次都不会痛。不是渐渐没什么感觉，对，我已经习惯那痛，就是一直刺刺在我脸上，一直被电，你知道吗？整个脸。幸好你不会长胡子。累了。你在干嘛？嗯，反正在播放。哦。扮可爱。Cutie， 眉毛眉毛，痛哎！不要走！我痛！为了美，要忍耐。这个整天麻痹，痛到麻痹。结束了吗？好了。太好了。好累啊，这个活动。哇，那个皮肤。好看。几滑？有吗？哇，应该有吧。比较亮，这是化妆水，比较亮。结束了，我整脸都痛到完全没有知觉，就是好，就累，痛到说不出来。好，刚进行了这种玩脸。感觉皮肤是有变滑了，就是脸真的是超级无敌痛，而且就是刺刺，然后有点麻痹麻痹的感觉，我已经感受不到我脸了、啊、希望我这个可以让我皮肤有变好。好吧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，拜拜。你是看得很开心？对。哎，我的眼镜 ，Hello 。